各位婚姻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欣欣怡，欢迎收看今日的婚姻新闻。北港好水市集将伫春节期间，伫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老者展开，到时现场除了会有多元主题摊贩和精彩表演，边仔的大福戏院伫初三、初四将放纪录片。北港朝天宫将抽奖项目菜挂档，欢迎乡亲过年来北港，做回世界行村过新年。由婚姻馆政府举办上婚姻特色的北港好水市集，将要伫伫月春节期间伫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来办理，就由台湾特色主题大欢市集，并且配合精彩表演，来营造轻松生活气氛，就促带动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观光旅游人潮。所以呢，我们在北港水道头园区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石角水塔，还有我们日式的这个建筑宿舍群呢，都是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都在昭和五年的时候建筑的。那甚至我们大富戏院也是在昭和两年的时候拥有的这个北港座这个戏院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打造起来以后，希望呢，我们所有的乡客呢，来到北港朝天宫拜拜以后呢，能够走到北港水道头园区在这里有我们北港的水市集来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在这里拜拜，而且来逛市集甚至来听音乐另外在旁边的大湖戏院，在初三初四更加有纪录片的放送。北港朝天宫更加是为了市集来举办抽 iPhone 和妈祖限量的福袋等等的摸彩活动。是的，我希望我们要遵守疫情各个措施，就是这是第一要点然后呢拜妈祖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另一个景点就是我们走到水道头呢可以欣赏古迹刚刚县长讲的有家跟有家再当提朝天宫的福袋，可以抽黄金妈祖今年随时就可以收白衣妈祖还有我们前台的布台的倒流箱是朝天宫的平富雷者前台唯一的啦好水市集活动时间为今年过年初三开始到二十八连假期间，拢总有十二场的市集活动。欢迎乡亲过年会当来个北港，做伙来踅街行村过新年。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